哥洗完澡他就不裹浴巾出来。哎呀，这挺，哎呀，就是，哎，你这怎么放？那个什么，少女好像也不裹浴巾吗？啊，彼此彼此都不裹嘛，六个人都不裹。哎，哎，其实我还想爆料一个很厉害的，就龙哥，他上舞蹈课，他穿秋裤。然后他就把上衣脱了，然后把裤子脱了，然后就只剩个秋裤在那边跳舞，真的，哎，这是真的，这个啊、哎，大冬天，贾雨上舞蹈课就是秋裤也没有，那倒不是，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七个裸男，就那屋那俩人脑子都好感觉。